昨天是打第六棒，今天又打到了第三棒，第一个球就触身球，是一个变化球。走了，打在游击方向的本地形成了穿越安打，顺势就往三垒去的是申浩伟。好，范国成打出了这场比赛对战霍尔的第一支安打。这一球打成了左半边的落地安打，布邦在第一局就先取得点了。哇，今天拉出来担任先发 DH 国辉打出了安打。哦，有扎实击中球星啊。